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进化论网吧，我们收到你的简历，觉得非常合适，请问你什么时候能够入职呢？谢谢，我随时都可以。那方便的话，你今天就来看看吧。好的。这是一个模拟经营加建造的游戏，你需要从零开始经营属于你自己的网吧，合理安排网吧的布局，根据当前火爆的游戏升级你的电脑配置，制定经营策略，孤营网管，满足顾客奇奇怪怪的要求，当然也会和你的员工发生一些故事。在游戏中，你将从上世纪90年代的电脑房开始，回顾技术的进步、社会的发展，以及我们逝去的青春。